和他的兄弟们都同心合意地专注祈祷。哈利路亚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全部早安。保禄上了罗马，他到了罗马，他只有一个看守着在他身边陪伴的，他可以自由的，有自己的住处。那他也邀请在罗马的犹太人可以到他住处，跟他们讲，他不是控告他自己的同胞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他到了罗马，在罗马的犹太人看到了保禄来，是否保禄跟犹太人有冲突？在罗马也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，所以他来跟他们讲，他上耶路上罗马上诉，不是为了要控告自己的同胞，而是为了来澄清他自己没有做什么可以被控告的事。这个是为保禄是一个重要的。在罗马他曾经也写了信给罗马人，那这样的就说他需要罗马人 的支持，那这个也是为了传福音，比较可以比较在罗马传福音可以比较顺利的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的天主，我们已经庆祝过逾越佳节，求你赏赐我们今后在生活中在言行上常能为死而复活的基督作证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宗徒大事录。保禄到了罗马，获准独自与看守他的士兵居住。过了三天，保禄请犹太人的首领来，他们来齐了，就对他们说：诸位弟兄，我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民族或祖先规律的事，却被押起来，在耶路撒冷被转交到罗马人的手里。他们审问了我，在我身上没有找到该死的罪，就想释放我，但犹太人反对，我不得已只好向凯撒上诉，并不是我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同胞，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谈话。我原是为了以色列所希望的事才带上了这条锁链。保禄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年，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，他宣讲天主的国，教授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，非常自由，没有人禁止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
心地正直的人必想见天主的圣容。心地正直的人必想见天主的圣容。上主住在自己的圣殿，上主的宝座设在天上，他的眼睛垂视平民，他的目光细察世人。心地正直的人必想见天主的圣容。上主试探义人和恶人，痛恨强暴的人，因为上主是公义的，喜爱公正，心地正直的人必想见他的圣容。心地正直的人必想见天主的圣容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，路亚，阿门，路亚，阿门，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门，路亚。Alleluia。 主说，我要派遣圣神到你们这里来，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，阿肋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伯多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。那门徒曾在晚餐时靠着耶稣胸膛问：“主，是谁出卖你？”伯多看见他，就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他将来怎样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如果愿意他留着，直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只管跟随我吧。”于是，这话流传在弟兄们中间，说：“那门徒不会死。”其实耶稣并没有说他不会死，只是说：“我如果愿意他留着，直到我来的时候。”为这些事作证，并且记述这事的，就是这个门徒。我们知道他的作证是真实的。耶稣所行的还有许多别的事，假使一一写出来，我想所要写的书，连这个世界也容不下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圣父平安。我想在我们每天的生活，在我们每天的工作，别人可能会影响我们，别人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心，影响我们的生活，甚至影响我们的工作。那别人的影响我们可以分大概有四个。第一个是影响我们，我们可能会变成嫉妒别人。第二个可能是我们很失望，不一定是失望别人，可能是失望自己，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们终于就有合作的，可能他就跟我们一起工作，就会很开心。另外一个是我们除了这些还有什么？对，
就是可以效法别人。好，那我们是在嫉妒别人的时候，可能别人做得好，以后呢，我们就觉得别人的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就是说别人的好影响了我，这个是我给我一个挑战，那这个应该是好，我们可以学习效法他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不欣赏别人的好，看到别人的好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想，不一定是我们，或是别人，就是想办法，就是把他抹黑，让他的好就看没有那么清楚。那有的我们就失望，失望，失望别人，可能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失望别人，也可能是闲着，别人也没有积极，我们就会失望。或许我们对自己有失望，失望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得更好。有的我们就说，哎呀，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，找到了一个我们有一起可以合作的，我们可以同心同力，还有同什么，同心同力，全心全力，我们一起完成为了团体好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是别人的存在也可能会影响我们。在今天的福音，伯多禄，昨天我们听到了伯多禄是被耶稣问了，你爱我吗？你牧放我的羊群，你喂养我的羊群。伯多禄得到了一个使命，那这个使命就是要牧放，要喂养天主的羊群。那他转身一看，在后面看到，哎，若望也在那边，他就问耶稣，哎，这个人呢？这个人怎么样啊？这个人，那个伯多禄他问耶稣有关若望的原因是什么，我们就不知道，可能就说若望在伯多禄的眼中就是一个敌对的一个势力。可能在三年一起生活，他看到了若望是被耶稣特别爱，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。伯多禄一看到了，你这个是特别的，你有什么特别？以后呢，在最后晚餐看到了若望，也可以就这样的在耶稣的胸膛，就这样的可以塞那样。伯多禄可能心中有一点点的，是为什么会这样？对，所以他现在呢，他看到了，哎，他是怎么样啊？或是他自己有一点的骄傲，哎，看哦，若望不是比我好吗？是耶稣所爱的吗？那现在呢，得到这个的使命就是我啊，那他会怎么样啊？他就问他会怎么样？但是耶稣回答的是怎么样？他是他的事，我要他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跟你无关。如果他继续生活，跟你，我说你要跟随我，你要做的事情，你就是要做的，跟他无关的。所以在我们的每天生活，可能就是这样的。我们有得到了一些的使命，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使命的时候，我们还看别人，别人怎么样，他是怎样怎样，这个是别人的事，他要过他的生活，他要做好，他做的不好，这个是他。我们只能在旁边可以说鼓励或是什么的，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完成我们被要求的使命，被托付给我们的使命。所以这个是在今天 的福音里面我所听到的，伯多禄问耶稣有关若望。那若望他就说他所写的这个福音，他把我有关耶稣的事写下来，为了证明这些是真的，是事实。所以若望他所写的就是证明耶稣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天主，他是父所派遣的，这个是事实，这个是真理。以后他就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写下来，但是没办法，如果我写的，我们这个的世界容纳不了，我们的世界太小了，为了容纳有关耶稣基督的事。本来真的是他是天主，是因为他是天主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发生的。但是我们所听到的，在福音四部福音里面所写的，就是大概耶稣基督所做的，不是耶稣基督的全部，就是要告诉我们
耶稣的行动，他以他的行动做了什么，他以他的话说了什么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简短的为耶稣基督的介绍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福音我所听到的，我们每一个人得到天主给我们的使命，去完成我们的使命，不要因为别人的生活而被左右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操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听我主子声说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恳切照顾整治不错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跟随我，为你保守痛苦忧伤，为你生命十字架上，故为今生罪在担上。